一个明代晚期的青花小馆，或者是儿童傻乐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你看那老戴特别的往后是大了一点的，后脑勺，特别是。这是晚明的，应该是嘉靖的吧？你看这个如意云头，或者梅花竹子，连瓣门，万户油桐，万户油桐，还烧裂了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地方也是，这釉面的状态都是一般吧，玄纹很浓。算销痕，中间是呢，接口有接口，中间两个对称来烧的，对称烧成双钩平图，看是嘉靖的这个青花民窑的东西嘛，它不是用回青，嘉万呢，嘉万时代，小小的。